我们今天的资料呢都放在这个 OneNote 平台上啊。那么老师您直接进到我们这个 OneNote 之后呢，因为现在好像网络速度会稍微比较慢一点哦，所以您可能待会要稍微等一下。那么待会呢您可以选择就是直接用访客的方式登录，或者是你要注册一个账号都可以。好，那么比如说我在这边，现在您看到我就是用这边，我是用一个访客的方式直接进来。好，那进来之后呢，您可以到这个发现里面，我们的在群组这边，好，那你点了之后呢，您就会找到我的，找到我的，好，那您就可以从这边点进来，然后在右上角这里会有一个加入，好，右上角这边会有一个加入，加入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我们现在加入完了之后，您就可以按浏览，您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教材里面来。好，那我们的教材呢，在这边。好，你一进来应该就会看到这个啦。好，那你手上的这一份心智图的档案呢就在这边，好，就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有主要会用到一些免费软体呢，会有摆在右手边，所以如果老师您比如说您今天没有带随身碟也没关系，反正随时都可以再进来，好，都可以从这边再下的。那下面这里呢有一些我们相关的连结，我会把它摆进来了。我们今天主要要学习的会放在任务里面，我已经都把它准备好了，都在这里，所以您如果要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点一下，就可以直接点选前面这边，前面这边就可以来进行浏览。那我们就看老师您就是加入的那个情况哈，有问题的我过去帮您看一下。那如果老师已经加入的，您也可以先自行浏览，哎，先自行浏览一下，就知道说我们大概今天主要讲的这个录影的部分哈，教材录影的部分该怎么样来，有哪些大概的资料，您可以就可以浏览一下。